们呢，因为主要核心的作为一个蓝宝石材料端的一个生产啊，相对而言呢，是我们对应的目标客户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些光电企业，相对应的国内好的光电企业和一些台资企业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呢应该来讲是整个行业都是有一个在国内，包括台湾，包括行业内的，咱们说，因为整个原材料从蓝宝石的原材料端，整个行业全球都在中国，啊，我们整个行业就占到50%的市场份额，所以材料端呢，我们不光光那个咱们说在周边，包括延伸到往全球各地，只要是对蓝宝石有需求的，我们都在积极的对接，也在很友好的想跟他们创造合作的机会。我说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愿景，就正如那一句话一样，啊，我们想让蓝宝石闪耀世界。